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简佩恩首次转型当制作人，今天举行网络偶像剧《翻转世界》守护你开镜记者会，不但找来中国新生代小鲜肉金浩辰与台湾空灵美魔吴子飞主演，包括林维君、奈豆、王凯、祖雄、孙国豪、席维伦、林佑利、李宗翰等演员也都出席。简佩恩淡出戏剧圈四年多，这段期间除了调理身体，也做投资其他副业，一直有戏约上门，却不为所动。这次会当制作人，他表示主要是因为知名制作人于维中找他，也想尝试做些没做过的事，不过制作人工作太琐碎，他亲力亲为，压力破表，笑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当制作人，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这次简佩恩找来好姊妹林维君演出，半夜还会 call 他出来吃饭兼吐苦水。林维君说，他就像妈妈一样，吃饭到一半还会跑去打电话，关心演员训练的情况怎样。奈豆则说，刚开始找我演时，我心还想，是电视上的那个简佩恩吗？因为还要忙其他工作，只能利用一路完影就立刻去片场。他也笑说，看到剧情就很喜欢，看完觉得拿钱少合理。不过反被林维君吐槽，综艺大咖时间很难瞧，所以有交代工作人员，只要有纳豆戏，就算下大便下刀子都要去拍。翻转世界守护你开镜记者会，简佩恩、于维中。记者潘少棠社，翻转世界守护你开镜记者会，左起洪天强、孙国豪、梁家荣、林维君、简佩恩、郭玉晴、奈豆、林佑利。记者潘少棠社。